我绝对不会让你嫁给少典有亲的。 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，谭儿，谭儿，你本该在你的出阁宴上出风头，看父皇给你准备的烟花，跑来寻我做什么？你我同日出阁，今日本该也是你的出阁宴，谭儿。 我知道，你一直梦想成为如此孔武有力、不受约束之人，便绣了这副肖像，望你在嫁入尘缘之后，可以圆了你尘缘恶煞的心愿。你可还喜欢？丑死了，谁想长这样啊？我还以为你会喜欢这种，那我回去重新绣一副给你。送都送了，哪有收回去的道理啊？我的妈不都搜了？ 你这个虽然丑是丑了点吧，倒也凑合凑合能用。多年来我常想着，若你我生在一个寻常人家，做一对自由自在的寻常姐妹该多好。如此我便可以名正言顺的疼你护你，也不至于让你吃这么多苦。父皇不公。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这么多年，要不是你日日照拂，吃穿用度都想着我，我恐怕都要被那工人折磨死了。檀儿，往后我们就要相隔两界，只怕此生都不会再见了。但愿此心如愿，无论何时，只要你我共处一轮皎月下，便似心在一处，好不好？ 尘缘虽然还没有定下储君人选，但是檀儿，无论你嫁的是谁，只要你真心待他，他定会真心待你，这样也好弥补你在人间所受之苦。真心待真心，不过都是一厢情愿罢了。人心叵测，你别当了那儿逢人就掏你的心窝子，小心真心错付。我纵使有真心，只怕也无人可负了。少典有亲修不归墟之事是真的。 那这么说，等你修炼成仙之后，就要独守空房度过漫长余生。你就没有想过反抗这门婚事吗？这就是我的命，我早已认下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火坑里跳。好了，檀儿，在人族的荣辱面前，我的命算不了什么。如今我这心里就只有一个心愿，那便是希望我的檀儿。 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尘缘恶煞，自由自在，幸福美满。最好的尘缘恶煞，你省省吧，不够夸就别夸。待夸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嫁给少典有亲的。